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不聊那价格的波动，而是来聊点更深奥的。咱们要深入排 Network 背后运作的核心技术，最后会来讲述一下论理想架设节点，需准备什么？恒星共识协议 SCP， 我们要来解剖一下排 Network 背后真正运行的核心技术——恒星共识协议 SCP。如果你对节点、网络安全以及派的去中心化运作感兴趣，今天的内容你绝对不能错过。节点的运营到底有什么奥秘？又为什么 Pi Network 能在技术革新中稳步前进？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SCP。Stellar Consensus Protocol 是什么？简单来说 ，SCP 是 Pi Network 使用的一种共识协议。它的目标是帮助分布式网络中的节点，在不信任彼此的情况下，依然能够安全地达成共识，让网络能够稳定运行，并防止像双重支付及用同一笔 Pi 币进行多次交易的问题发生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技术性，但没关系，我来给大家打个简单的比方。想象一下，你和几个朋友出去吃饭，总额100块，大家吃得开心，可是有个朋友只想偷偷的付10块钱。是啊，他想省点钱吗？如果你们都没去核对，他就得逞了，其他人就得多付钱。这个朋友的小动作就像区块链上某个节点想提交不诚实的交易，而 Pi Network 的其他节点就像其他诚实的朋友会说，哎，这交易不对啊，怎么少付了，然后就拒绝这个不诚实的行为。这就是 SCP 协议的妙处，即便节点彼此不认识不信任，还是能透过协议合作确保整个网络的交易安全。如果大家一致认为这个交易有问题，整个网络就会拒绝它。这就是 SCP 共识协议的精妙之处，即便各个节点彼此不熟悉互不信任，依然能够确保整个网络的安全和可靠性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那我怎么知道我的节点是不是不诚实的呢？这问题问得好。其实判断你的节点是否诚实很简单，只要你遵循 Pi Network 的规则进行操作，按正常流程验证交易，那么你的节点就是诚实的节点。但如果你的节点试图提交篡改过的交易，或者试图进行双重支付，那么其他节点就会发现并拒绝你的交易。 Pi Network 的设计就是这么聪明，每个诚实的节点都是网络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只有那些依规运作的节点才能参与到最终的共识决策中。这样你只要正常运行你的节点，保持诚实参与，不仅能保障网络安全，还能为自己赚取派币回报。但是作为一个节点运营者，实际上你不会直接控制交易的诚实与否，因为节点的主要功能是验证和处理交易，而不是主动发起交易。那我来更详细解释一下，在 Pi Network 和大多数区块链系统中，节点的主要角色是参与验证你提交的交易，并帮助达成共识。这个过程基本上是自动化的，并依赖于区块链的协议和算法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节点会根据 Pi Network 的共识规则自动进行运算和验证，并将那些符合规范的交易加入区块链。所以你的节点诚实与否并不在于你自己去操纵它，而在于你是否按照规定的流程运行节点。如果你的节点安装的是派官方软件，并且你保持节点正常运行，那么系统就会自动帮助你筛选诚实交易。这样一来，你的节点就会被认为是诚实的。如果有人试图提交篡改过的交易，或者想进行双重支付，你的节点和其他节点会根据 SCP 共识协议自动检测到这些问题，然后拒绝这些不合法的交易。这就是区块链设计的妙处，去中心化和自动化的节点网络会共同合作，确保所有交易的真实性和诚实性。因此诚实节点的诚实其实并不取决于你个人是否会控制什么，而在于你是否按网络规则运行节点。只要你不试图修改软件或进行其他不正当操作，你的节点就会被认为是诚实的，并且能够正常参与 Pi Network 的共识决策。那 SCP 如何保证 Pi Network 的去中心化？ SCP 的另一个特点是它能保障 Pi Network 的去中心化。不同于某些中心化的系统， Pi Network 是一个完全分布式的系统，所有的节点都对网络的安全负有责任。这就像一座大城市，如果只有一个出入口，敌人一攻进来，城市就无法防守。但如果城市里有无数个守护城门的士兵，即便某个门被攻破，其他人依然可以防守整座城池。Pi Network 的节点越多，整个网络就越安全，因为攻击者不可能同时控制大量节点。这也是 Pi Network 能稳步发展的原因之一。说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可能会问， Pi Network 目前有哪些最新进展呢？最近 Pi Network 在技术测试和网络安全方面做了很多升级，尤其是在节点运行和 SCP 协议的应用上。这些技术升级的背后是为了确保 Pi Network 一旦进入主网阶段，即便有成千上万个节点同时运行，也能确保每笔交易都能安全快速的处理。而且
这也是为什么 Pi Network 强调节点运营的关键作用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参与运行节点，真的应该考虑加入这个行列，因为这不仅能让你获得更多的 Pi 币，还能真正参与到 Pi Network 的网络建设中。随着 Pi Network 技术的不断升级，节点的运行越来越成为保障网络安全和稳定的核心。我们每个参与 Pi Network 的先锋，都是这座去中心化城堡的守卫者。只要你参与节点运营，保持诚实， Pi Network 的未来将会更加光明，并最终实现其成为全球去中心化金融网络核心玩家的愿景。这次技术更新意味着 Pi Network 正一步步迈向全球化的金融网络，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，积极参与其中，为下一个金融时代铺平道路。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，当你想架设节点，事前必须先准备好什么。首先需要向电信公司申请一个固定 IP 位置，一个节点只能有一个账号。再来需要一台电脑，节点运作需要24小时不关机。最后询问到自己申办网络公司路由器的账户密码，才能进入网页页面。设定主机虚拟的 ports， 举例来说，你是使用中华电信服务，那就询问中华电信客服人员。有这三样东西后，就可以按照网络上的教学去一步步设定你的节点了。总结来说， Pi Network 不仅仅是挖矿这么简单，节点运营才是 Pi Network 的核心。你能通过参与节点运营来维护网络的安全性和去中心化，只要你诚实运行节点，保持规范操作， Pi Network 的未来将更加光明，并逐渐实现其成为全球去中心化金融核心的愿景。这次技术更新意味着 Pi Network 正在一步步迈向全球化的金融网络，我们每一位先锋都是这座去中心化城堡的守护者，所以抓住这个机会，稳定运行你的节点，并积极参与其中。本篇再感谢跟提醒派友们，希望我邀请码参与挖矿的朋友们，记得在11月底前送出 KYC 认证，名字要用真名或护照名才行。派币在手，未来我有。大家有在运行节点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验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让你对 Pi Network 的技术更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你的派友们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咱们下集见。